今天才19岁，孙小梅呢很有特点，长得身材非常小巧，这个刀在她的手里显得就大了一些。孙小梅平常训练是非常刻苦，在她的教练单练教练魏鑫。 和总教练杨晓华的这个悉心的呵护下，这个队员近几年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好，转体落地非常稳。对于这样的年轻选手来说，这样的大赛确实是个锻炼自己的难得的机会。 另外，对于这批小将来说，能跟曹俊这样的大姐姐呢一块儿训练，跟这些金牌选手是一块练习，他们确实也能学得很多的很优良的东西，另外也会获得很大的机遇。抛刀，他抛得很高。 好，稳稳的接住。高数的比赛特别强调要劲力充沛，节奏鲜明。那个对于这个年轻的女选手来说，特别是身材比较娇小的选手来说。 这个难度就更大一点。我们通过慢镜头看一看孙小梅的表现。孙小梅获得了9.72分，那么目前呢是排到了第二。